收看的是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吴小文。明仔是拜二，嘛是旧历六月三十。根据同事的记载，明仔在位伫咧东南边，好时是下晡的一点到三点，适合着祭祀修造。另外来看其他禁忌提醒，提供予乡亲做参考。中华基督教病院中医部每一年暑假拢会开办这种儿童中医夏令营哦，使用的课程唔呐真生活化，而且予小朋友是现学现卖，回去厝里马上就会当帮阿公阿妈找穴位来抓灵。哇，太好玩了！小朋友愈耍愈趣味，原来中医的把关并唔是这么困难。会痛吗？还好。什么感觉？紧紧的，然后有点热热的。这个动作是什么？拔罐。简简单单就会当让囡仔知影中医疗法当中基本概念。中医师阁释放着传统的口刷，嘛一再提醒小朋友，口刷绝对唔是口甲六皮才叫做有效。我们呢就是一点点红红的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整个紫掉或者是黑掉。因为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可能是中暑、受风寒或者是经络。一个囡仔上定才受到的疗灵，中医师嘛用真简单的方法，让囡仔知影，回去厝内替阿公阿妈疗灵的时阵要安怎疗才有效。好，我就从这里按进去，然后让它放松。我是靠着大拇指跟我的剩下的四指去固定它的一个脖子，然后这样比较好。记得中医师讲，让囡仔熟悉中医上好的办法就是生活化。课程的安排嘛，拢是小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状况。基本上其实中医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一种，就是养生的医学，所以呢，让他们就是可以对爸爸妈妈或者自己在生活中使用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亲近、很 close 的，所以我们就教他一些生活中可以使用的东西，这样。用夏令营的方式，让小朋友对咱中国传统的医疗有进一步的熟悉。中医师强调，虽然拢是安排真简单的课程，但是拢真实用，更加会当让囡仔现学现用。大众新闻中，梁中华采访报道。除了拄食这小小的中医药以外咧，如果小朋友想要学警察办案，买当来参加这由着彰化县警察局所举办的小柯南科学的夏令营，由着这专业的刑事鉴识人员来教这小朋友哦如何猜指纹，如何画刑案的现场图，这趣味活泼的小课程，让小朋友是愈耍愈有兴趣。在会议室内面模拟杀人案的现场，县警察局监视组的人员现场指导小朋友要安怎画出犯罪现场图。有些东西可以不用画的，太有太细。一个在实验室内面要安怎猜指纹？鞋套、帽套、相机。帽套过现场即时问答的方式，让囡仔对刑事案件要注意的疑点有深刻的了解。一连串充满科学、阁真趣味的课程内容，是予真侪囡仔愈耍愈兴趣。学会怎么辨识指纹。还有呢？差不多这样。指纹就算破损了，也能够变成一模一样的指纹。还有学到很多跟柯南八有关的事情。就因为刑事鉴识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警察局用趣味的方式，让更加深的学问变了简单，用游戏吸引囡仔的注意。连续两年举办的夏令营，会当恭喜大受欢迎。最主要的呢，我们就我们见识方面的啊，平常我们看得到的。有一些指纹，我们拼凑一下，让他们用拼图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些血迹，那我们还有现场呢，布置了一下，让他们学习我们可能住宅窃盗呢，可能会看到了一些情形，让他们有一些居家 住宅要防窃的这些小小的观念。主办单位强调，应对的活动透过卡通人物柯南的引导，让小朋友有鉴识科学的基本概念，训练小朋友爱小心观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大专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来看日本的消息，透过舞蹈来拓展国民外交。园林汉新舞蹈团今年将参加到法国的世界文化节的演出，舞团将准备着全新编排的孔雀舞，甲台湾的民俗舞蹈去欧洲宣扬咱的台湾文化。
为了再度接受邀请，前往法国参加世界文化节的演出，园林汉新舞蹈团是特别来编排一次全新的舞蹈。美妙的肢体动作传达着东方世界的孔雀，都因为西方国家对东方孔雀的印象就是极上高贵。有我们台湾的原住民舞蹈，以及我们中华民族的敦煌，以及美丽的孔雀，还有我们台湾民谣的超妙朗鸡缸等等，还有代表我们中华武术的龙腾虎跃，这些舞马呢，我们都深受欧美的喜爱，所以今年呢，我们再度把这些舞马呢重整，然后在服装道具方面呢，我们也在重新来制作。再度前往法国参加世界文化节的演出，馆长杜丕元伫授旗的仪式顶端，嘛再度肯定汉新舞蹈团的努力，肯定舞蹈团把咱台湾的文化传到澳洲。那这一次呢，远赴法国呢，会把我们最精彩的台湾文化还有原住民文化还有中华文化呈现给大家。汉新舞蹈团这回除了安排全新的孔雀舞以外，也将带来阿美族的德歌舞、民俗舞蹈等等，让大家知影台湾文化的水。大家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故宫这几年推出了很多新活化的文创商品，像现在这故宫文创商品特展就来到园林演艺厅展出了，有哪一些创意的文创品，广告回来，保护乡亲知道。